雄夫人孙婉玲惊喜现身音乐会，担任神秘嘉宾。一开场就来首台东调，大提琴家孙婉玲悠扬琴声让现场响起如雷掌声，还接连演奏三首歌曲。陈时中坐在第一排摇滚区欣赏夫人演奏，还竖起了大拇指。上台献花更让气氛嗨到最高点。啊，非常的感动。但我真的突然想到一个情况，就900多天加上这个选举100多天以来，我从来没有谢谢过你。我有机会跟你讲说谢谢，谢谢你对我的包容，也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我才有这力量继续往前走。谢谢，谢谢大，谢谢你。陈时中讲到最后，两人都红了眼眶，支持者纷纷替他们加油。而这场音乐会还找来台语天后现场演唱，除了知名乐团歌手之外，总统蔡英文也再度亲自到场推荐陈时中。需要千锤百炼、格局够大的市长，最适合承担首都市长重任的，就是陈时中。选战最后阶段，陈中盼能用正向选举，在蒋万安、黄珊珊蓝白夹杀之中力拼突围。三立刘安静、朱淑君、S 君小组台北报道。